Hype 拿偶像们惊人的弹跳力的文章，在论坛上引发网友粉丝关注。在文中放上了 Hype 旗下男团 BTS Tomorrow by Together in Heaven 以及 Seventeen 在编舞中那些跳跃的瞬间截图，不止动作整齐划一，弹跳的高度也令人惊讶，几乎都是离地一公尺以上。BTS 在男子汉中的编舞以强劲的风格吸引视线，而 Seventeen 以刀群舞闻名。成员们也曾经透露，练舞的时候镜子前都贴满了对齐的贴纸，所以跳跃也整齐划一不意外。Tomorrow by Together 也被粉丝们称赞，继承了师兄们的大黑跳。Hype 的训练系统出名的严格， In Heaven 的舞蹈实力在最近的回归舞台上也终于获得一位肯定，让网友们表示不愧是男团名门 Hype 啊。